OK。我是来自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华为云的算法工程师，现在由我代替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来介绍文化传承汉字书法多场景识别的赛题情况。在介绍赛题背景之前，首先我介绍一下我们部门。OK， 我们是华为云的华为云企业智能企，是华为云的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团队，负责提供底层包括生成芯片、MindSpark 框架、MODAS 平台以众多 API 的全站式服务的一个团队。我们现在一共有45个产品，然后100多项功能，其中文字识别即 OCR 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个重要产品之一。我们的 OCR 提供了包括通用类、票据类、证件类、行业类以及模板定制等30多个 API 服务。服务于现在包括国内、泰国、缅甸、新加坡等众多国内外客户。OK， 书法呢是中国的瑰宝，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审美的伟大贡献。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今天，很多人，包括尤其是很多青年学生，大家对书法越来越陌生，然后基于书法的文化传承也慢慢的出现了断层。相信大家都听过王羲之的《兰亭序》，这个不仅是一个杰出的书法作品，也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杰出的文化瑰宝之一。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提出了准确自动的识别交替的书法文字这一个赛题。OK，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赛题让参赛者能够系统的学习和利用最新的文化传承技术，能够系统的学习和利用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因为这里面用到人工智能的非常重要的两个能力，一个是误区检测，一个是把图片转化为文字的序列化算法。然后同时希望参赛者能够领略中国的书法，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而且文字识别本身有其巨大的商业与社会价值，比如说金融行业的票据识别，医疗行业的化验单识别，物流行业的快递单，自动驾驶的路牌等。现在我们也在跟故宫谈合作，就是帮故宫来解决这个古代书法文字的识别，跟这个赛题非常的契合。 OK， 文字识别的应用场景非常的广泛，包括物流与制造业、金融保险、医疗教育、政务政法、互联网等。总之所有有文档的地方都需要文字识别，应以代替人工录入，提升业务的信息化效率。这个也非常契合国家的工业4.0战略，即用机器来代替复杂繁琐的人工工作。 OK， 赛题的难点呢有以下几点。首先呢是模拟古文风格数值生成的，与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有较大的差别。第二呢是个别字符在测试集里出现了，在训练集里却没有出现，这样造成相应的字段被识别错误的可能性非常的大。第三呢，有将近上万个字符，需要分类的数量非常的大，同时因为汉字的形近字非常的多，进一步增加了文字识别错误的可能性。第四呢，图片背景非常的复杂，对文字本身形成了强烈的干扰，而且文字存在倾斜、扭曲、大小差异很大等特点，然后进一步增大了识别难度。最后呢，我们的评判标准是采用 F1 score， 而且是字段的 F1 score， 即使识别了部分文字正确，不能保证所有的正确也是不对的。同时而且参赛选手需要保证 precision 和 recall。 赛题的比赛情况结果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前两名都是98以上，比我们原来预期的96.7%还是高了不少的，当然也说明参赛选手的能力都是非常强的。最后呢，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次比赛能够使参赛者能够参与人工智能新挑战，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预祝大赛圆满成功。好，谢谢大家。